上课啊？我不去了，还要睡觉。我操！摔死了！我操！没钱了 ！GG。赶紧退出来冲一个多少吃饭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帮我打包好不好？打包啊，好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干嘛？那个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你要钱干嘛？那个，上个月花的钱也很多，这个月呢，生活费也用的差不多了，就。这打游戏又没钱，那我这很尴尬。要不你就借我点呗，好吧？对不起，我也没钱的。哎，那好吧。那个李欧昨天又找我借钱，他天天打游戏，然后打包饭盒又不给钱，还拖欠房费。我好像都没有怎么见过他来上课哎。是啊，他经常不来上课的。如果他来管我借钱的话，我肯定不会借给他的。对对，别借给他。
没料，哎，刘总是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我昨天跟你说过了，就那个要借钱的那个大学生，哎，我倒是把地址发给你吧，我大概要20000，行吧？那好，那明天我们再聊，哎，好好，再见再见啊。来来来，刘总您这边请。来，您看这房间多宽敞。哎，我就住得起这房，也不会不还你钱，你说是吧？哎，对，哎，您这么说我就满意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我们慢慢谈一谈。哎，这合同啊，我看一下啊。把子签了就可以拿钱了。哎，这怎么只能借9000块呀？你这水平就只能借9000，一个月后还13000，你不还你的后果的。行，13000就13000，我签。来，这钱。合作愉快啊！合作愉快。撞上了！看我怎么撞死他！来来来，哎！喂，他的时尚，快过来，我们去给他。大哥给条生路吧，大哥，我一定还钱，一定还钱，再还欠几天人物，给条生路，大哥，大哥给条生路吧。
还有手机，想怎样？不是，已经走了。什么事情？你怎么这个样子？赶快进来吧。来吧。告诉我你怎么了，也许我能帮助你。我向高一大姐借9000块，现在要还她13000，可我没有钱还。他们打了我一顿，他们说如果明天还不能还钱，他们就要告诉我爸妈。我不想他们知道，我好害怕。唉，我一直知道你花很多钱在游戏上。我很后悔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。姐，你可以帮助我吗？唉，如果你答应我再也不玩游戏了，我可以帮你。真的吗？你真的可以帮助我吗？好，我相信你，我帮你把钱还了。但是你要记住，高利贷是很危险的，下次不要这样了。我知道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子了。